系啊，因为呢排少运动啊嘛，所以更加要 fit 啲啦。我觉得你仲 fit 过拍嘢嗰阵时。系啊，因为呢排呢啱啱两三个月放咗假啊嘛。放咗假就 fit 啊？调转嘅。啱啱拍完嘢，跟住开始放假，咁就变咗。因为之前就成日可以做运动啦，咁而家冇得做运动，咁喺饮食方面一定要好检点。咁比以前，即系你可以话咁大个仔第一次咁检点，咁啊嚟紧又。逆天期望宣傳啦，咁希望即係三年冇出劇啦嘛，閉關修練冇錯啦，隆重期待，有啲逆齡嘅 feel 啊嘛，希望有，而家冇跟你做運動 ，sorry， 有，但係就頭先都講啦，運動就做少咗好多嘅，主要係節食啦，啊，即係都唔係話專登去節食，係一啲飲食均衡咯，營養所有嘢咯，啊，咁六點後基本上就乜都唔食，都幾難嘅。因為放開假咧，之前咧成日即係疫症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喺屋企會乜都擺落口食噶嘛，要忍呢段時間其實都幾辛苦嘅。